哎，先生，警察不要动啊！好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我来卖币呀、啊！对，我知道啊，我看到你有拿到钱了 啊！我你们两个没有？你看，本案缘起于10月2号受理民众报案，被害人在社群软体上认识假冒投资专员的诈骗集团成员，该成员以高获利等口号诱骗被害人投资虚拟货币，被害人不由他下载 APP 之后，分别以汇款及面交等方式交付金钱，共计损失新台币29万元。后续自觉有异，才至本分局报案处理。本分局获报之后，发现诈骗集团持续要求被害人增加投资金额。经评估后，警方与被害人一同合作，在11月10号由被害人联系诈骗集团再次面交。当该集团成员蔡姓范闲前来向被害人取款时，立即遭埋伏的警方当场查获，现场查扣手机2部，并成功拦阻新台币106万元。全案依诈欺罪，已请宜兰地检署侦办，持续追查后续的幕后集团。